香港能行文化节2024嚟到呢个天空草地咧，今日咧系继续系唱作世代音乐会嘅。咁啊，嚟到我哋舞台呢边咧，又会有一对好正嘅组合啱啱演出完咯。咁不如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Winter Bagels， 我系主音 Kaki， 亦都系吉他手。我系 Winter Bagels 嘅阿杯，主音同埋吉他。今日仲有两位帮手添。系，我系小强。Bass手嚟嘅。系，我系鼓手 Maggie。哇，好齐人喎，好正啊！咁不如介绍下你哋嘅组合咧，主要系玩啲乜嘢 style 嘅音乐啊？我哋嘅音乐曲风其实主要创作围绕生活，所以好多时候系一啲 folk 啊、acoustic pop 为主嘅。哇！主要都是民谣音乐，不过我哋都想个人电啲 rock 啲嘅，咁都嚟紧可能有啲咁嘅尝试咯。咁组合咗几长时间啦？哇，我哋好似七年啦，系咪啊？我哋已经七年啦，七年之痒过咗啦，系啦 ，OK， 成功过到七年之痒，踏入第八年嘅准备，系啦。咁之后应该会好顺利噶啦。所以开枝散叶，仲有多啲帮手添啊。越嚟越擴充緊啦，係嘛 ？OK， 咁啊，其實喺相處當中呢七年幾咧，大家容唔容易溝通到，夾唔夾到？有冇啲拗撬㗎？唔容易溝通。我哋係成日都話係有啲內鬥啊，又或者不和咁樣嘅，不過最後一定傾得掂數嘅。夾 band 係好好嘅，因為音樂就會將我哋可以做一個橋啦，舒翻啦啲氣氛， yeah. 全部嘢都可以温柔翻、溝通翻咁樣。我覺得喺呢七年當中已經挑戰過各自嘅底線咯，咁而家。即是一个比较中庸的相处之道来的。是的。OK， 好了，条底线已经融化了。知道不要踩下去这样。到了、到了不要踩。那大家懂得迁就了，同埋已经磨合了。所以你们的创作呢就可以很多时候都可以有倾有讲，是吗？是啊，其实我们很 friend 的，我们会自己出去玩的、出去按脚啊。去打波，我是打篮球的，所以自己私底下都会越来越有多啲默契啦。跟住去到玩音乐啊，创作就一拍即合，好快可以。咁创作方面是用啲咩灵感去创作呢？我谂其实我哋有几个系列，因为我哋两个都是水瓶座啦，咁所以通常都是有喜乐哀乐嘅情绪。咁近期我哋上年推出嗰只细碟咧，就系、是比较欢乐啲嘅，就系、是、叫《Fuck You Very Much》啦。咁我哋都有写过呢啲内爆嘅歌曲咯。咁睇下下次会唔会系一啲悲伤啲嘅咁样？又有悲伤又有快乐，系嘛？系咪你都系同阿梁斯丹豪系即系悲伤啲嘅咧？我哋应该系样样都有，因为水瓶座真系多愁善感啊，里面系乜嘢爆破都会有。不过我哋通常都用音乐帮我哋 conclude 翻晒，顺理顺翻晒，变成一啲我哋好享受嘅 way 去感受个音乐咁样。咁呢八年啊，差唔多八年里面最困难嘅系乜嘢啊？最困難又好似唔係最困難，亦都一個 breakthrough 就係、即係早兩年 covid 啦、quarantine 啦、我哋乜嘢都停曬，但係反而就俾我哋多啲機會去自己消化啦、相處啦，自己翻去自己做歌做 demo， 所以先有而家呢一隻碟。咁所以最困難又係我哋最突破嘅時間。我諗佢都講到差唔多，咁但係我諗嗰個最大係咪最大困難啊？最大困難係夾時間練嘢咯。咁通常大家會有一個危機感喺度嘅，可能成年一係咧就係成兩個月唔見，一係就係每個月都見幾次咁樣咯，即係一係好密，一係好疏。幾飄忽下嘅，好 OK， 啲年輕人係咁嘅啊。咁想問翻啦，今次咧即係嚟到呢一個平台度咧，個感覺點啊？開唔開心啊？同埋同啲現場觀眾互動，個感覺又點樣咧？大家都可以講下。係超開心，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，我哋其實好中意草地搞音樂嘅。咁啊，仲要咁多人一齊同我哋玩，咁我哋有首歌啊，直情要大家一齊跳舞、唱歌、唱山歌，咁啊啱曬時機啦。咁佢仲有啲情意結添嘅，係咪啊？我又聽下呢一位有冇情意結啊？好正啊！好中意即系喺草地咁样玩音乐，好多人，好多人一齐听嘅最开心。咁又系分享嘛。我谂因为我喺铜锣湾大嘅，我小学、中学都系喺嗰间读嗰间校读书嘅，咁所以慧远系留过好多脚毛咯，即系无论系系啦，系咁，所以今日可以翻嚟呢个地方，可以做自己嘅音乐，跟住喺度表演，我觉得好难得咯，好珍贵。好有情意结啊！你咧？草地咧係好啱 Winter Bagels 嘅，咁所以咧今日喺個草地度咧，就我覺得好啱咯，成個 feel 啱曬，啱曬你哋啊！你而家想唔想繼續有呢一類嘅活動咧？梗係想啦，長做長有啊！希望繼續下年都有我哋咯。好，咁啊，大
我哋一齐玩。好啊好啊，我系 Gemma， 我哋好啊，你先。你知香港乐坛啦，有几队嘅组合都几出名噶，譬如话剧院啊、B Two 啊等等，仲有阿 Twins 啊咁啦。咁你哋嘅未来又谂住两位会点样搞法咧？哇，这个问题咧就要讲翻一夹 band 其实系难过结婚嘅。咁但系结婚咧就一定锁定一生一世啦，但系夹 band 咧。其实我暗哑底系有呢个谂法嘅，但系无论如何，我哋嘅即系呢个关系系一生一世，但系用咩形式啊？系咪继续夹 band 咧？我永远都系放喺 present 先咯，所以我冇特登规限第时会系点。但系 at least 呢个 moment 我好 enjoy 同大家一齐玩咧，咁我会继续。我谂我哋夹 band 嘅前提系我哋两个做咗朋友先，做咗朋友先夹 band。咁就算如果他朝有一日系唔系夹 band， 我哋都会系朋友身份咯。咁喺创作方面会唔会好有经济压力噶？即系嗰个资源嘅财政开支系边个来谂咧？哇！呢个有趣嘅问题，就系因为我哋嘅创作都唔系同我哋嘅收入系完全挂钩。我哋嘅收入，我哋嘅营运模式，音乐营运模式，我哋倾好咗就系、是、我哋自己有我哋嘅正职去养活自己。咁但系我哋音乐咧就系、是、音乐嘅收入就全部投入晒去我哋嘅制作，咁所以佢会自己营运得到。咁所以暂时我哋冇一个话好大经济压力，但 at least 我哋因为咁样可以继续玩到音乐就够啦。我要答好大经济压力，大家麻烦快啲买手机碟，我哋好需要你哋嘅支持，麻烦。平时有冇去 busking 咁样啊？有啊，我哋之前2016年嘅时候，我哋去咗欧洲 busking 添噶，系啊，咁啊真系搵翻少少税银翻嚟咯，不过欧罗嚟嘅，系啊，但系做咗少少嘢咯。所以大家真的要买晒我哋啲碟，买 CD 去自给自足系真系好正嘅一件事。支持啊！如果有啲投资者老板更加好啦，我哋 welcome 啊！咁我哋辞职啊！继续支持佢哋。你哋嘅组合嘅名字叫做 Winter Bagel， 耶！多谢晒佢哋，大家多啲认识佢哋同埋支持佢哋嘅音乐啦。拜拜。